是你的生命。接下来，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果。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，第一件要做的是忏悔，不是看医生了。你先忏悔了，你的冤亲债主就比较原谅你，就痛就会好一半。第二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？超度。比如说你腰痛、肚子痛，那你就要写牌位了。附在我腰上，肚子痛，哎呀，众生亡魂呐、啊，超度。第三个呢，做功德。什么叫做功德？为他们点灯啊，放生啊，诵经啊，然后你这个都做完了，你会发觉你病已经不太痛了，那个时候才决定去看医生，如果你一开始就看医生，医生就叫你开刀啊，如何如何啊，所以各位按照佛教的原理，一个人之所以会生病不好的，第一个，念一下。过去的业力因为我们过去造恶业的业力才会让我们痛苦啊，感情上、肉体上、事业上，所以这个业力要靠忏悔，忏悔。但是最好的忏悔是什么？就是思维空性啊，不要有我执。我们为什么会有造恶业？因为你有烦恼、贪嗔痴、身口意造业，所以就有这个业力的痛苦。所以呢，一生病要忏悔的时候除了拜佛忏悔以外，然后我们要多思维空性，不要起贪嗔痴然后第二个呢，刚刚讲了超度写消灾牌位，超度身上的病苦众生。你爸爸得高血压，你要写这样，
爸爸高血压的啊众生亡魂这样，因为他有一个鬼神嘛，所以经典说一个人会生病，就是除了业力，就是鬼神亲，有鬼神，你要超度他啊。第三个就是四大不调，那是属于生理式的。然后这个生四大不调，你只要吃药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但是如果你业力没有消除，鬼神没超度，你怎么调都没有用啊。就像你癌症开刀，开刀它就扩散，扩散反而更可怕啊。这个癌细胞我忏悔了，然后这个癌细胞我超度它了，我帮它做功德点灯了，然后医生检查的时候就说没关系了啊，吃个药就好了。所以各位要把握这个原理，生病的原因有三样，再背一下来：业力、鬼神、四大不调啊。所以一般的医生只有医你四大不调的，但是你了解佛教，原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我今天高血压，我今天没赚钱，今天得癌症，大部分都是杀生吃肉、堕胎业力，或者祖先还没有超度啊。所以第二个叫鬼神亲，鬼神就是包括冤亲债主、堕胎的没超度啊、祖先啊啊，过去这些你杀掉一只蛇啊，他找你，所以你要写牌位超度他啊。所以各位现在手上那张黄色的，刚刚写的上面就写了很多很多，可能你啊杀过什么、吃过什么啊，这叫鬼神呢。那这些都调整好了，忏悔过了、超度了啊，而且法会的加持了，你再去看病，可能剩下20%了啊，吃个药就有用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方法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忏悔，那边正在放生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们又忏悔又放生啊，上师又为他们念诵超度仪轨啊。所以各位等一下，如果你写牌位，你的脚很痛，你的脚已经关节炎了，不能走路，你要多写一张牌位，附着在我脚上的亡魂啊众生。然后如果你更那个一点，就请法师帮他取个法号，让他皈依三宝，他超度了，你的脚就觉得很轻松了。这佛教的方法啊，要了解这个啊，并不是说只有看医生会好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放生，然后等一下为什么要超度施食做烟供啊，让他点灯，就是想要向他忏悔嘛。就像我跟你借10000块，我忘了还你，现在赶快还你，再加给你1000块利息，你就高兴了，叫还债啊。放生可以还债，施食也可以还债。特别我在这边讲，各位妈妈，如果你有堕胎小孩子、流产小孩子，你一定要写牌位哦。啊，你不写牌位，这个小孩子会更恨你。啊，你做功德给别人，做功德给别人，你就不理我，他更生气。他一生气的时候啊，你就更痛。啊，那所以各位你要登记，他们服务台那边有登记，2个、3个，他就会给你法号，你把它记下来。这个法号我们每一场法会都帮他回向。啊，在台湾有个道场啊，专门给小孩子的，很大间，有图书馆，有玩具，什么玩那些胎儿都可以住在那边啊，还有个安顿的地方了。然后呢，你再帮他做功德就很容易了。而且在这一点必须再重复一次，包括你的妈妈也有流产小孩子，但是他不懂得超度，现在你拜佛了，小孩子就会拜托你，他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嘛。如果你这个兄弟姐妹没有超度，那你一样会睡不着觉啊，头痛啊，哪里有问题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忏悔要了解，忏悔除了自己的烦恼，一定我们造了什么恶业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恶业，所有的恶业都是贪嗔痴起烦恼身口意所造作的，所以这样忏悔，忏悔完以后七佛灭罪，请佛菩萨加持啊，念咒语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啊，所以包括，所以各位你要做功德哦。今天你放生点灯啊，做功德。今天你布施10块钱，你都要想哦，我布施10块钱，这个功德给我所写的所有牌位，你要这样念哦。我布施10块钱，这个功德给我所有的祖先、冤亲债主、堕胎胎儿，然后他们都能得到了啊。因为你要让他有功德，他就谢谢你。所以按照《地藏经》，我们要超度爸爸妈妈，要做功德，造佛像啊，印佛经啊，帮助穷人啊，放生啊，啊，
所以各位呢，做功德钱多少都没关系，有做很重要啦。啊，你布施一块钱啊，这一块钱参加法会所有项目，点灯、上供、下施、放生，这个功德回向祖先啊，这样想啊。那如果你病很重，病很重啊，你有胃癌，你有心脏病，那你这十块钱另外再拿十块钱做功德，我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心脏病的众生，也回向我心脏里面的孤魂野鬼啊，得罪的亡魂，特别回向给他，他高兴了。就像今天我今天找你要报仇，我就跪在那边，我给你100万美金，好了好了，啊，就不找你报仇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做功德啊，他就可以超度啊，这个功德要自己做。所以有些人更厉害，他做完功德写那个收据还烧掉啊，哎，我功德烧给你啊，啊，让你得到功德啊，他就甘愿了，甘愿了啊。所以这些各位，我们还是要老实做。啊，不要嫌麻烦，你拿十块钱跟他们讲说，我十块钱要点灯放生，我通通要参加，这样啊，你也可以这样讲啊。但是每一样功德都有了啊，而且呢，做功德来念一下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就是。10000个人共同做的功德，如果你在这边参加，那每一个人都得到的是10000人的功德，所以参加大法会很重要啊。你一个人在家里念一遍地藏经才一遍，你到中心来，他们每个礼拜六念地藏经，有50个人在念地藏经，你等于念50遍增上的功德，这个叫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啊。所以今天这个大法会。放生那么多，点灯那么多，点香那么多，这么多人念大悲咒，哇，每一个功德每个人都得到，不但得到，回向给每一个牌位，好不好啊？啊，每一个牌位通通得到，1000人所做的功德，他不超度都很难了。但是你靠你一个人不够，这个叫什么？念下来，大众加持力。啊，所以各位啊，1000个人念大悲咒，哇，那力量很大的。啊，特别今天大家礼拜天，大家都来参加法会，所以我还是要告诉各位，牌位多写多一点，好不好啊？不够赶快拿去 copy， 啊，一律免费，啊，慈悲就是财富啊，啊，但是你要帮他写，像我刚刚写了2个钟头，我写一叠啊，我业障比你们重一点，啊，我要关心台湾，我要关心越南，我要关心缅甸，啊，我要关心500万被堕胎胎儿随时在我面前。我要关心报恩堂所有万姓祖先啊，但是你回向越多啊，功德越大。这个叫大乘佛教。大乘佛教就是说，所有众生的生死痛苦都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要很努力的修行，回向给众生，这个叫大乘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越敢承担众生的痛苦，你功德越大；你越自私，就越没功德。所以各位要很敢。很敢啊！愿所有马来西亚的痛苦，所有马来西亚的杀生 的痛苦都我来承担，所以我要很精进。但是你越承担，你功德力越大，你越福报越大啊！这个叫大乘佛教。所以每次大乘佛教做什么都会念这4个字来：当愿众生。对啦，你吃饭也是愿众生都有饭吃啊！你生病的时候，当愿众生都离开病苦啊！这样你的功德力就大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佛，但是有佛的心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每个人都有佛的心，是你要跟不要而已啊。所以呢，你开车的时候，你马上要念啊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因为所有开车的人平平安安，没有车祸，你要为所有开车的人念，那你开车也绝对不会有车祸，因为你发大心了啊。不然的话，你很自私，车子上挂了一大堆念珠，还是撞到了，因为你很自私啊。啊，所以你大乘佛教要你想的是所有众生。我今天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当愿所有众生业障消除，往生者得生净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哇，世界就动起来了。所以万法唯心造，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世界。所以各位啊。啊，要想着众生苦，不要自私，这个叫大乘佛教，无我大悲心。
自私就是我执啊，大悲心就是为众生，一切为众生。所以我们当愿所有众生都皈依三宝，现世都得快乐，来世升天往生净土，然后升起这个大心。如果你升起这个大心，今天祖先就超度了。为什么？发菩提心者，无量业障都可消除啊！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：一指得道，一指发心，九玄七祖尽超生。这么简单的原理，不是花钱，而是发心啊！所以修行跟你有钱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你有没有心啊？各位，你拿一支香哦，我这一支香是为众生点香的啊，愿所有众生供养三宝，愿所有众生得到甘露。哇，你这一支香的功德啊，超过别人点十亿支香的功德了。为什么？发大心。今天你看到别人很痛苦啊，生老病死，所以你就升起了一个想法，我一定要帮助所有的众生都像爸爸妈妈一样，都能够脱离生老病死啊。看到鱼好可怜啊，他在畜生道啊，看到每一个人，就算他拥有世界所有的金钱财富漂亮，但是最终他是要死，死了以后还要轮回啊。所以各位呢，修行特别大乘佛教最重要，要发菩提心。那什么叫发菩提心呢？就是要发愿度众生啊，众生就是众死，所以众生就是众苦啊。今天各位会来参加法会，就是开始感受到苦了啊。如果你没有苦，你怎么跑医院要干嘛啊？所以呢，每个人身体都会生病啊，啊，感情上也会受苦啊。所以包括天上的神也会苦，天上的神就怕不能做神了，一般都直接堕落畜生鬼道，因为天上的福报享尽了嘛。所以呢，六道的众生都在生死轮回。所以那如何能够解脱生死呢？佛陀告诉我们，最快的方法就是发大愿啊，关心别人啊，关心众生，那你是消业障最快的。所以一定要发愿，愿所有众生都脱离痛苦，为这个而努力。那所有众生为什么会痛苦呢？因为有烦恼啊。什么叫烦恼？你有欲望，我想要抽烟啊，我想要喝酒啊，啊，我喜欢找女人啊，我要找男人谈恋爱啊，这个叫贪，知道吧？贪，我喜欢的叫贪，我很讨厌叫嗔啊。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贪跟嗔。那为什么会喜欢讨厌？因为愚痴，不了解真相，有分别心，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轮回，就叫愚痴了。所以呢，所有众生的生老病死痛苦从哪里来？因为有烦恼。所以你决定要度众生，那你一定要帮助众生解决烦恼，千万不要再增加别人的烦恼啊。今天你开酒店卖酒，那你就增加人家烦恼啊，让别人喝酒然后会开车撞死人啊，为了你要赚钱。今天你开电动玩具店，增加别人烦恼啊，今天你为了要赚钱卖海鲜，很多人来吃，那你也增加别人烦恼。你明明知道杀生会生病，会堕落三恶道，会得癌症，管他呢，反正你们要吃啊，啊，就增加别人烦恼。还有一点，我也希望各位啊，不要故意穿得很性感，增加别人烦恼。啊，明明知道众生很贪心，那我就穿得性感一点啊，让每个男人女人都来看我，啊，让别人很烦恼。那你一定将来很痛苦啊。经典有一讲啊，有一只乳牛，然后呢他每天被养，然后呢乳房很大，然后呢一直把他挤奶，然后他生完以后又给他强迫交配，然后又让他生小孩，然后又帮他挤奶。哇，这只乳牛痛苦的要死啊。等他要死之前啊，终于有个出家人经过啊，这些乳牛开示了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乳牛，这样一直被挤奶，小孩子一直被拿走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上辈子是一个大胸部的女人，一直在凸显你的胸部啊，然后男人找你做爱你就堕胎啊。所以你这一辈子呢，那你要享受这种大胸部的痛苦啊，啊，生不完的小孩啊，各位苦不苦？苦啊，啊，所以哦，所以各位在修行要了解，修行就是希望有清净心，每个人看到你都升起莲花的心，而不是起欲望。
或是生气这样。所以呢，你要解脱众生啊，帮助众生解脱，那你就要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千万不要再增加别人的烦恼了。啊，哦，你今天很喜欢很有钱，都买那个最贵的车子的开，有时候也会增加别人的烦恼。啊，那个没钱的人看到你啊，心里就很嫉妒啊，很痛苦啊，我怎么这么穷啊？啊，这也不是很好的方法。所以啊，尽量要克制自己，少欲知足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烦恼无尽誓愿断。那你要帮助众生解脱烦恼，你要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各位不能懒惰，什么都要学，南传佛教、大乘佛教、汉乘佛教、天主教，哎呀，反正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，医生、护士啊，你都要学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你千万不要懒啊，我只喜欢打坐闭关，其他我都不要，那你做不了菩萨了。做菩萨什么都要学，要做过泰国人，要做过中国人，要做过西藏人，要做过美国人，甚至要做过鬼啊，做过动物啊，你什么都要去学，要去接近，不然你没办法成佛的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不能说，哎呀，我只学这个那个不学，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所以一定要发愿成佛。各位，生命很苦啊，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母亲啊。我们的母亲在受苦，你舍得享受自己的快乐吗？爸爸妈妈在火热地狱里面，你还会吹冷气吗？爸爸妈妈没饭吃，你跟人家吃不下饭一样啊！要有这个想法。这个世界最大的力量，佛菩萨的力量，各位要有信仰。你要把整个生死都交给阿弥陀佛，好不好啊？那就没问题啊！你再大的痛苦念观音菩萨，那就没问题。所以不要起烦恼啊！你要相信三宝。你儿子天天吸毒，你不要起烦恼。你求观音菩萨，你帮他点灯，他就会碰到好朋友的。你不要烦恼，这个叫信仰的力量啊！佛菩萨就会加持啊！你要开刀啦，怎么办啦？怎么办啊？到底要不要开刀啊？你求三宝加持，你自己多做功德，那你到时候就会碰到最好的医生啊！三宝不可思议。我们先让所有众生得到暂时的快乐，就是健康啊、有钱啊啊，然后进一步得到究竟的快乐，叫 Om Mani Padme Hum， 他的心里面没有恨啊，只有爱啊、菩提心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先解决他暂时的，然后进一步帮助他解脱生死。就像各位，你拿钱去帮助穷人，那当然要啊，帮助穷人啊，他生活解决了。第二步，给他佛法。告诉他要相信因果，念阿弥陀佛，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！所以一开始是财布施，代表东西；第二叫法布施，啊，这法布施比财布施功德大百千万倍了。所以呢，先布施，然后念阿弥陀佛背后啊，希望大家内心里面都很平静，没有欲望、恨、嫉妒、怀疑这些啦。所以念阿弥陀佛背后就消除人类的五毒烦恼啊，乃是六根本毒，念一下。贪、嗔、痴、我慢、怀疑、邪见啊，种种的烦恼，把它转掉。Om Mani Padme Hum啊，这个时候他内心里面只有哦，我要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追求智慧，叫六波罗蜜啊。所以，那各位，希望你每天都做一做，每天你都点个香。我今天告诉各位点香的方法，先拜佛。念个烟供仪轨啊，嗡阿吽嗡阿吽啊，众生快乐。现在有没有好兄弟？有没有快乐啊？快乐啊！祖先有没有快乐啊？快乐。那你快不快乐？必定快乐，因为我们的快乐来自于给别人快乐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方法就这么简单：你给众生快乐，你就快乐；你制造众生的痛苦，保证你痛苦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得到快乐，那你就制造快乐给别人啊！你不希望开刀啊，你都不是药啊啊，多放生啊！你给众生快乐，你业障就消除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在追求快乐。原来快乐来自于帮助众生啊，帮助众生，所以要放生啊啊，超度啊，为他们点香啊！也希望各位多写牌位，牌位不要光写你家里。你想到隔壁有人养鳄鱼，哎呀，帮他写一下，所有被杀的鳄鱼啊，
啊，森林里面有猴子，你帮他写一下，森林里面的猴子啊，啊，所以你要帮他写一下，你这辈子没有杀死过蛇，但是你知道有人在杀蛇吃蛇，哎呀，帮他写一下，所有往生的蛇，那各位，那所有往生的蛇会不会对你感恩呢、啊？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啊，所以大慈大悲是来自于无缘。你跟我没关系，我都要关心你啊！只要你有感受、有痛苦，你的苦就是我的苦，叫同体大悲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学佛法就是学这个。来，再背一下：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大慈大悲，普度众生。记住啊、哦，这叫学佛啊！你不能说学佛了，看到王爷，我不要拜。这下王爷可生气了，你就会起行哦，哦，你拜佛是老大哟、哦，啊，王爷不高兴，保证你走路跌倒，生意不好，啊，所以各位你大慈就是要让众生都欢喜，啊，叫大慈，所以希望各位多微笑啊，多讲好听的话给人家听，对不对？你老公已经矮矮胖胖，我说，哎呦，你好帅哦，啊，一斤心啊，做了赚多少钱呀、啊？啊，所以这个叫学佛。学佛，你要调整你的念头啊，为了对方的快乐要去做，帮助他离开痛苦，大慈大悲。但是讲到这个，我希望各位千万不要怕鬼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怕鬼，怕鬼就是你心里有鬼的。啊，所以众生都是未来佛，他做鬼好可怜，你怎么会怕他呢？啊，你只要对他好，鬼不会伤害你的。所以你越怕他，鬼就越生气。你越怕我，我就要找你麻烦，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超度不是把你写一写，把你赶走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今天超度是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，一起享受功德。当他享受功德快乐了，他不会找你麻烦，他超度了，成为你的护法。并不是说有些人说，哎呀，师父，哎呀，我身上生病，赶快写一写，把他超度了，超度了，赶快把他赶走，我不要生病了。如果你这个心态来修，这个鬼比你还清楚，我才不走嘞！我要让你慢慢死这样，因为你是把他赶走，不是对他慈悲。请记住哦，我发觉很多人写牌位一点都不慈悲，赶走他这样。我写两张了，为什么病还不会好呢？我写三张怎么还不好呢？啊，因为你的动机是不慈悲的，你不慈悲就没功德了。所以你要想说，哎呀，我这个堕胎小孩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啊，我帮你写牌位，一直帮你做功德，妈妈爱你，爸爸爱你哦，啊，希望你永远跟我在一起，很快乐，很快乐，这样他就超度了。你不是要赶他走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你是要帮助他，度他，啊，就像医生医病人啊，就希望你好起来才离开，而不是要把你赶走。啊，明天有一个老人，孤独老人到你家门口啊，老狼来问到躲。到他边后家站，家走啊！你不要说，哎、欸，你走错家了，这不是你家，我这边不是老人院啊。那你就不慈悲了。明明有一个痛苦到你面前，你不帮他啊，你怕麻烦呢、啊？因为老人在我家以后，我怎么办啊？啊，我怎么上班了、啊？那你其实那个老人是财神啊，你不知道。今天报纸报出来啊，在美国密苏里州有一对夫妻六十几岁中了头彩好几亿，5亿8千万美金。你知道为什么得那么多吗？因为他最近认养了一位6岁的小孤儿，华人的。他认养了以后，然后他去买这个头彩，然后他还跟他女儿说，认养说不会中的啦，妈妈买。你女儿说会哦会哦，中彩了，5亿8千万美金。各位赶快去认养孤儿啊！所以这一对夫妻决定了，他用这个钱要来开孤儿院了、啊，啊，认养更多，好人有好报，就这么简单，好心有好报。所以各位，很简单的方法，佛法就是告诉你这些，好心有好报，啊，所以我们放生不嫌麻烦，好心有好报；我们超度不嫌麻烦，好心有好报，啊，所以各位以后经过拿督公都要拜一下，拿督公，阿弥陀佛，这样。啊，功德回向给你，帮你点个灯，让你看得更清楚，看到极乐世界啊，很高兴啊。所以佛教里面呢、啊，
来念一下，慈悲没有敌人。记住啊，有敌人就不慈悲了，有对立嘛。啊，我怕你啊，所以各位你要念下来，慈悲无畏。真的有慈悲心的人呢、啊，没有什么怕。释迦牟尼佛野象要踏死他的时候，佛陀手拿起来，跟野象表达了我关心你，野象就跪下来了。释迦牟尼佛到一个洞里面有毒龙在吐火，大家都准备带钢盔进去，因为龙，佛陀没有了。佛陀走进去是拿了一个青苹果，充满了悲心啊，哎呀，这一只毒龙好可怜啊，一直吐毒火，一直生气啊，哎呀，我要用悲心感召他。所以佛陀有悲心的时候，毒龙的火就靠近不来，慈悲才是护法。等这个毒龙火吐完了，没火了，哇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，我吐到没火了，他就看着他，佛陀用慈悲的眼神看着，哎呀，这只龙都依偎在佛陀旁边，还没有敌人呢，因为每个人都把它当作毒龙要伤害它，唯有佛陀对它慈悲，它就降服了这个毒龙。所以各位，佛法叫永恒的方法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叫施无畏者，不怕谁，他都要帮助谁，他都要布施，帮助他，对方就超度了。所以各位，每个人都有这个力量，但是因为你怕，我执，我不要，那你就越来越痛苦。如果你今天胃痛，你布施哦，哎呀，胃痛，希望所有众生的胃痛都给我啊，啊，我来念药师咒，希望大家都不要胃痛，愿我的胃痛来承担所有众生的胃痛啊，愿他们都快乐。结果你胃痛就马上好了，奇怪，这个叫佛法的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佛教我们这种方法，你越穷越要布施啊，你穷才知道穷的苦啊，啊，所以迦摄尊者有一天看到一个乞丐在路边穷啊，连去托钵都没东西啊，然后迦摄尊者过去，老婆婆啊，来来来，布施一点东西给我，因为迦摄尊者入定七天哦，充满功德哦，他就是要走到那边让那个老婆婆，佛经说能够供养到七入定七天的阿罗汉，马上都可以有黄金，怎么？所以迦摄尊者故意过去了，然后那老婆婆就哭啊，哎呀，师父啊，我好可怜，我什么都没办法布施啊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迦摄尊者说没关系啊，你用你的空的碗装一点水，我就喝你的水就好了。啊，啊，那个钵又脏啊，弄了水，水脏脏的，迦摄马上把它喝下去，为什么？把他的功德布施给这个老婆婆，后来这个老婆婆升天了，这样，啊，迦摄大慈大悲啊。但是各位，这样以后迦摄尊者哦，反而更大的功德，啊，迦摄为什么身体会发光？因为有一次的时候，他去贴佛像，啊，不跟人家收工钱，既然贴佛像免费，所以他得到这个身体发光的功德，啊，然后呢，那一位女人啊，准备出钱贴佛像那个女人。变成他的太太妙贤比丘，就这样结良缘了、啊。两个人都一起做好事，结好缘了、啊，夫妻百年好合，一个出钱，一个出力，所以生生世世做好夫妻。所以各位，一切缘都是结来的啊！你想尽办法去帮助众生，帮助众生。所以希望大家不分宗教，哦，今天你经过天主教堂、回教堂，站在外面也可以，里面哦，我念念大悲咒。愿里面的教徒各个平安，满愿消业障，看到他们在拜忏悔，愿他们都没有痛苦，你要这样想啊。所以我们虽然不是佛，但是我们有佛的心，祈愿这最重要啊。你这样祈愿以后，世界就跟着改变了哦，你会发觉你身体很健康啊，心灵的力量啊，癌症的细胞都会变成快乐的细胞，你会发觉你不用再吃药了，好起来了。为什么？万法唯心造啊！你能够净化你的心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昨天有一个人跑来找我，师父，你看我儿子都不听话，我儿子都不听话。我说你这样一直讲，他保证不听你话。你要说师父，我这个儿子很好啊，很健康啊，天天跳来跳去，他讲，因为他儿子是好动儿嘛。啊，你鼓励他，鼓励他。他就会变好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从不骂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你是佛，你是杀人魔也是佛，可以成佛。”
释迦牟尼佛用佛的眼睛看杀人魔央杰摩罗，央杰摩罗就忏悔了。央杰摩罗杀了990多人呢，佛陀是用慈悲心看他，哎，央杰摩罗就跪下来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你学佛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学佛，家里为什么拜观音菩萨？慈悲呀，就可以度一切苦难，慈悲可以改造一切啊。哦，今天你老公外面搞有小三，你拜观音菩萨，叫你慈悲呀，啊，不要恨对方啊，啊，对方也很苦，你老公也很苦，因为你有苦，你才知道他们苦，所以你要学慈悲。你拜观音菩萨，念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我不要恨他，哎，那个女人也很苦，做人家小三，躲在后面很苦，啊，你也要对他慈悲。如果你这样一做，事情就改变了，啊，所以念一下：慈悲无障碍，法力不思议。对啦，如果你有慈悲心，法力不可思议。啊，你才知道说，原来我好好的修行，念唵嘛呢叭咪吽，事情都会改变了。所以，当你很糟糕的时候，老和尚说：“好，我帮你祈祷，会好起来。”老和尚有什么特别？因为他用悲心啊。你是在生气，改不了啊。老和尚用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帮你念了108声回向给你，突然你就好起来。哎，老和尚怎么这么厉害？老和尚说：“哪有厉害啊？啊，只是我很平静的念。”是你自己很烦恼，你也可以救自己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当你事情很糟糕的时候，不要紧张，不要骂，停下来，唵嘛呢叭咪吽，阿弥陀佛，赶快去点个灯，念一下，燃起佛前灯，灭除心头火。佛这样讲了，你灯一点，你心中的恨欲望不见了。啊，你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一个男人真想女人啊，想要外面乱搞女人，赶快点个灯，你的火就不见了。啊，你等一下就去看经书念心经去了。啊，如果你不去点这个灯，你的心头火一起来，你就搞邪淫了，你就乱来了。啊，所以不但自己如此，来，愿此大智慧，照破众无明。哦，你点的这个灯不但灭除心头火，还以这个灯的光明啊，消除众生的无明烦恼。这样，不但你自利又利他，一盏灯啊，就变成佛了，变成净土了。所以我想各位每天都会念这个，但是你要真实的相信跟实践。刚刚我们大家点一支香，那香功德大不大？哎呀，诸佛欢喜，菩萨欢喜，众生超度啊。冤亲债主解冤结，祖先欢喜。重点不在你点多少香，而是你有那个动机很重要。但是讲到这个地方，有一件事情，各位如果每一年一次重要的法会，假设你是50岁，那一天最好点50支香。啊，我这一次去缅甸，我发觉他们做得很好。你50岁那个最重要的日子，或是你妈妈的生日。你就点50支香供佛，你是60岁、哦、重要的日子你就点60盏灯供佛，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消除60岁的所有业障。所以你年纪越大，你要点越多，因为年纪越大，业障越大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方法，用这个方法。然后身体不好，我这一次去那个老和尚说，身体不好供养什么？念一下腰果。那个腰果硬硬的，对不对？你50岁就供50颗腰果，这样供在佛前，回向给他们健康，这样。还有一种方法，他说你希望你能够长寿一点，事业稳固一点，怎么做？布施拐杖给老人家，啊，布施拐杖给老和尚，他拐杖一弄，身体就舒服，所以你事业稳固长寿，很简单的方法，啊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各位学下来。如果你老公你怕他有桃花，就是欠人家感情了、啊，他叫你布施什么白糖供佛，用白色的糖供佛，他的感情就还掉了，简不简单？很简单哦，啊，白糖供佛。如果你今天开公司怕人家污你的钱，那老和尚告诉我还有神通啊，你要去买一个金色的笛子，小小的放在身上。
那他就不会污你的钱。这金色的就是一个加持，就像警察一样，哔哔哔哔。啊，缅甸的很多方法，这要学哦。啊，因为只要帮助众生的方法，你要学。啊，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公司的职员都很安定，不要跑来跑去，啊，很多职员，甚至你的事业比较稳，他说你放在佛底下放一块布，那一块布经常换新的，换新的，用新的布放在下面，然后佛像摆在上面，那你这样呢，就事业稳固，弟子不会跑来跑去，啊，再来，他又讲一个方法，如果你希望你做这个事业，包括我们出家人不会还俗，啊，不会退转，他说你要去找一块干净的布，把它折成四折，各位会啊，四四方方，然后折成四折，然后把佛像或佛塔摆在上面，那这样呢，他就不会夭折，就是说他出家啦，他做什么事情中间不会中途而废啊。那这些为什么佛的力量啊？你用不一样的东西去供养佛，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力量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些方法各位都会。那如果你发觉你最近障碍很大，甚至晚上睡不着觉，好像有鬼，那要什么？供养出家人袈裟，你去买袈裟供养出家人，因为袈裟可以降魔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袈裟布，你只要放一块在身上，哎呀，阿修罗军队都没办法攻打玉皇大帝啊！啊，所以我们华人都很喜欢买新房子、新车子，用一个红色布包起来。事实上，这个是佛教叫红袈裟布啊，红袈裟布，一条红线也好，就捆着那个车子，然后那个车子哎就不会有障碍，就这个意思了。啊，最大的障碍就供养袈裟，所以各位以后你要供养袈裟哦，看到这么多上师，你供养一包红包，上面写着供养袈裟，上师就自己会去买袈裟了。啊啊，如果你的妈妈腿不好，走路不方便，那你要供养鞋子，出家人的鞋子。啊，所以经典说，宝智禅师说，如果你供养出家人的罗汉鞋，来世不用下厨房做少奶奶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供养出家人鞋子啊，所以三宝是福田，你供养什么就变成不一样的福田啊。你希望鼻子很漂亮，多点好的檀香，生生世世鼻子漂亮，鼻通啊。你希望眼睛很漂亮，不要生病，点酥油灯供佛，对不对？灯的力量让你眼睛没有生病，眼睛明亮啊，所以佛是我们的大福田，你懂得去做这些功德，可以改变命运啊，改变命运。所以各位来再念一次：供养白糖，还人感情债。要记住啊，白糖还感情债啊。来，布施拐杖，长寿，事业稳固啊。再来。供水，如果你五十岁，那你重要的日子你就供五十杯水。好，那供水呢？可以让你事业稳固啊，然后事情顺利。水也代表财富，所以来供养腰果，不容易生病啊。所以你要身体健康，因为腰果硬嘛啊。所以再来。供养苹果、芒果，人缘好，因为那个苹果、芒果软软香嘛，所以你人缘好。他还教我，如果有人找你麻烦，啊，或是有些女人干扰你感情，供养什么？榴莲。所以我在台湾经常供养榴莲。他们师傅，你要吃榴莲？没有啦，因为前面都是女人。希望减低一点障碍啊，这是真的。供养榴莲，然后所以你怕你老公有外遇啊，你没事就买榴莲供佛，他外面外遇跑光光啊啊，那榴莲，所以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功德啊。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，佛是大福田啊，上供下施都可以了啊。所以这些方法。我在缅甸学，我觉得很好，很简单，很管用
啊，任何一种东西，譬如说你儿子吃饭吃不了饭，那你就供养钵给出家人，托钵托钵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他就变成饭桶了，哎，很会吃饭了，啊，所以这些东西，甚至他们佛学院这么多出家人，那你就供养笔，然后小孩子就喜欢读书，啊，那这些很重要。各位，你知道缅甸有多少出家人吗？40万，全世界最多出家人在缅甸，啊，40万个出家人，平均10个人有一个出家，啊，所以你要这边供养东西就很简单了，啊，一个佛学院就2000个人，光孤儿院都1-2000人，因为缅甸人他们是佛教国家，所以不堕胎的，所以小孩子生一大堆，所以你牙齿不好，供养牙刷。皮肤不好，供养毛巾。他们的好处是，大家都不会骗人，路边都帮你登记。我要布施100条毛巾，都很便宜的。然后他就帮你送到佛学院啊、沙弥学院啊，啊，然后这些功德呢，你就可以回向给法界众生，也回向给需要的人啊。所以这个叫来三宝门中，福好修。三宝门中是最好修福田的啊，所以各位呢，你布施一文得万，就像梁武帝一样，布施一个斗笠做一辈子的皇帝啊，啊，在佛前布施一个斗笠，然后还有一个夫妻不希望吵架分开，要布施什么？一对一对的东西供在佛前，你以后供在佛前要一对花、一对灯、一对幡，这个意思。啊，佛像前面有一对一对的，那如果这样供养一对一对的，那夫妻百年好合，不会拆散啊。所以在佛前里面做这些功德，所以修行就在转变我们的心念。修行分成2个，念一下：调伏心念，转化心念。调伏是让自己不要有负面的贪嗔痴啊、生气啊、烦恼，然后呢，转化是。那我们处处都是有菩提心啊、慈悲心啊、为别人想啊，所以各位要变成一个好心的好人，这叫修行啊，并不是说我是佛教徒，佛教徒不见得你是真正的佛教徒，因为你没有用好心悲心呢 啊，所以佛是一颗圆满的心态，所以我们做什么都要祈愿啊，当你儿子感冒了，你要祈愿。啊，我现在念药师佛，希望所有的小孩子都不要感冒啊，希望所有的小孩子都吃到最好的药，然后再把那个药给你儿子吃，我的力量很大啊，等于你儿子的感冒变成一种功德了一样啊，因为你要想到其他的小孩子，这个叫什么？念一下，转烦恼为菩提啊，本来你的痛苦变成一种成佛的心态了啊，所以我们要。除了调伏贪嗔痴，转念转念啊，当别人在生气的时候，或是你自己在生气的，你要发愿，哎呀，愿所有众生的生气的痛苦都我来承受啊，我降服生气的过程的善根都给他们，愿他们永不生气，哎，你的生气马上改变了，你才有力量啊，不然你改不了啊，改不了啊，所以我们转念，把我贪心，当我起欲望的时候啊，愿所有众生贪心欲望的痛苦都我来承受，我降服贪念的过程的功德都布施给他们，哎，就是这样修行啊。所以各位，修行一定要跟你产生关系啊，所以要跟你的心态产生关系，而不能修行一直在外面拜拜拜拜拜拜，然后内心里面还是贪嗔痴啊，碰到事情就骂人，那代表你完全没有修行，那你没有修行，命运一定不好啊！啊，为什么业报要有贪嗔痴为缘，它就会现前？如果你把贪嗔痴给断掉了，这个业报不容易现前。就像汽油不要碰到火，汽油一碰到火，事情就来了，就火灾了啊！所以心头火，贪嗔痴你消除了，虽然你过去造了恶业，有汽油，它不会发作了。然后慢慢忏悔，把它消除掉。所以往往起心动念，哦，业障就来了，苦就来了。所以为了要让我们不要起心动念，赶快 Om Mani Padme Hum，
所以为了要转念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念六字大明咒，念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啊。所以这上面写的，念阿弥陀佛后，当愿众生发菩提心啊。所以对方生气啊，对方要找你麻烦了、啊，你赶快念阿弥陀佛后，回向给他，哎，他看到你不太会生气了啊。你不要一直想说怎么办，我怎么对付他啊？你念阿弥陀佛后，佛的加持，他看到你阿弥陀佛后了。你要知道说，人的心灵的力量可以影响别人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，当那个地方是个菜市场，充满欲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一走进去，所有人的欲望都消除。为什么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没欲望了。他没欲望了，他的力量就可以让别人没有欲望。一个快乐的人会把快乐传给别人，一个悲心的人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充满了大悲心，这只毒龙要咬他，象要踏死他，佛陀的大悲心能不能把对方的嗔恨心消除掉？可以的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没有什么特别，没什么神秘，心灵的力量啊。所以你充满了大悲心的时候，爱生气的人就被你超度了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新逢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生命电视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八关斋戒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6号星期五上午8点半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联络电话0398986866，0398986866，法会被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生命电视板桥悲愿讲堂举办传授八关斋戒暨护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7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板桥悲愿讲堂，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，联络电话02-2963-7336，02-2963-7336，上午7点半于捷运江子翠3号出口备有接驳车，法会被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各位在前面有看到你们的拿督宫这个房子，现场啊买了6个，如果各位你家里附近方便要放了，等一下登记一下就请回去。现在我们要大量推广，因为现在大家既然做烟供施食，以前都是针对自己家里的土地公拿督宫，
现在你能够按照下午讲的，给它放在一个比较郊外的树下，或是你家外面门口，每天给它点个药供、烟供，或者简单的水米甘露施食，甚至学泰国人这样，又给它点个灯啊，甚至上面给它挂一个经幡，太慈悲了，你等于开了一家寺庙啊，一家慈悲的寺庙，或是叫药师殿。如果你点药香，所以希望大家慈悲啊。如果住一楼，后面有庭院，可以放在后面，因为这样就能够帮助那些受苦的众生，那你自己也得到了健康长寿，有钱，有护法神。所以跟我念一句话来，照顾病人就是照顾佛陀，慈悲救苦才是供养诸佛啊，再把它背下来。所以佛陀说照顾病人就是照顾他的意思啊。但是你能够慈悲救苦救难，放生啊，超度鬼道啊，施食啊，那是真正在供养所有佛的功德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养成一种悲心，特别我们汉人太重要了啊，因为华人有这个布施拿督公土地公的习惯啊，好兄弟，但是要把这个扩展为对所有不分种族的众生啊，最好你里面放一盘菜，马来人吃的，放一盘菜，华人吃的，放一盘菜，哦，印度人吃的，啊，这下可热闹了啊，这样就很慈悲。那你生生世世就跟无量无边的众生结缘，结缘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不跟众生结缘，然后你将来就算你累积了快成佛的资粮也没用，为什么？没有众生给你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修大乘佛教目的就是为了度众生，但是为度众生之前先结缘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做烟供结孤魂缘，回向往生牌位啊。今天我们回向不是光你写的牌位，而是我们在回向的时候想的是所有往生者。那你用一个念头念个阿弥陀佛嗡嘛呢叭咪吽，你就跟他们结了缘啊，就像你去一个饥饿的老人很痛苦，你过去慰问他，给他一杯水，生生世世他都会记着你。所以各位，你点灯供养消灾牌位，你要想的是所有的牌位，所有的生病的人，我为你们点这一盏灯，念药师佛，那你这样这个功德力就大了。所以我们学佛教就在学佛的这种广大的慈悲心啊，平等的大悲心啊，念的是所有众生，所以一切的痛苦来自于念自己，我啊，我儿子啊，我女儿啊，一切的快乐来自于念众生。所以各位以后要学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想到所有众生，不分美国人、中国人、非洲人，看得见的、看不见的，所有的众生，这个叫什么 ？Om Mani Padme Hum 啊。所有的六道轮回有情，对我们来讲都是父母亲一样，我们要以这个大悲菩提心 Om Mani Padme Hum， 愿他们离苦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各位刚刚有没有吃晚餐啊？有没有吃晚餐的目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肚子饿吗？不是，你要说我吃晚餐是准备下场，我要来做烟供火供，吃饱了有体力，那你这样吃饭有功德。如果你吃饭只想到说，哎呦，我肚子饿啊，我要吃一吃不会饿啊，那你这个就没什么功德了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学大乘佛教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想的别人。各位为什么要穿衣服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爱漂亮，那没功德。我要穿的让别人看到我很庄严，起了欢喜心，哦，那有功德了。因为你用利益别人的想法在做事。